尊敬的诸位家人，诸位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南瓜芝麻条。我们的材料呢，有南瓜，有糯米粉，有白糖，有黑芝麻和白芝麻。好，我们先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南瓜要洗干净，然后削皮，把皮削掉才可以切片。好，放在蒸锅里蒸，蒸15分钟到20分钟，蒸熟蒸软都可以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把蒸好的南瓜放在一个大碗里，把压成南瓜泥，加点白糖，好，趁热我们把糯米粉加进去，搅拌成絮状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用手把它和成面团儿。糯米面的量是根据南瓜的干湿度来的，有的南瓜的水分多，有的南瓜的水分少。我今天用的这个南瓜水分就比较少，如果是用了水分多的南瓜呢，就要蒸好以后把水倒掉一些。如果是很沾手的话，我们就抓点干一点的干的那个糯米粉撒在上面，这一下就不沾了。好，和成这样，我们就放在砧板上，就开始在砧板上和，也不用洗面，就直接把它搓成长条就好了。好，切着，切成面剂子，这样来分就比较均匀。就开始搓，搓成长条。好，就像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准备一点水，然后把黑芝麻和白芝麻混在一起，好，备用。然后把这个搓好的这个饼条就在芝麻里面去裹一下，全都裹上芝麻，然后我们再搓一搓，让芝麻全都粘连在这个饼皮上。好，就摆好，拿在手里搓好搓一点。这点水呢是容易裹上芝麻，这芝麻容易粘在这个饼条上面，轻轻的搓一搓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大力，容易断，因为它的面团很软。好，我们的饼皮就做好了。好，我们就可以起火，锅里面放点油，看我们的油已经放进去了，把油烧到5层开，我们就把这个饼皮放进去炸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它慢慢的放进去，
所以小心放的水呢，不要油溅起来烫到了。下锅之前，把没有沾好的芝麻，把它再按一按，这样子炸的时候就不容易掉。用筷子翻一下，打到飘到油面上就好了。油太热了，就把温度减低一点。看看，这已经都飘起来了。哦，好，我们就关火了。炸的表皮脆脆的就好。好，我们就可以上碟了。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南瓜芝麻条就学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